大家好，今天我们讲解 MT4 编程入门的第十七课 MQL4 指标编程中的关键点。同学们可能已经都知道，我们前几集曾经讲过指标的里边的各个特点，那之所以今天去强调，就是为了加深印象。那一个指标的计算，它是有它的基本结构规律可循的，同时也有它要注意的一些要点。那这些东西我们只需要学习一次，记在脑子里，就不会再出现任何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再次去强调一下，一个指标在编程的时候，它有四个地方要比较注意。第一个是头部定义。那在我们之前举的例子里边，头部定义是决定了这个指标的一些基本特性，包括指标是在主图还是在辅图啊，指标的一些坐标轴的限制问题，指标本身的这个曲线的数量的问题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次要一点的颜色问题。我们说了，这个头部为什么重要呢？就在于这里边这个指标的 buffer， 也就是指标曲线的个数一定要设准确啊，不要将一些中间的数组也设为这种曲线显示所用的这种 buffers。如果出现那种情况，那么你会发现，因为不同的数组，它们计算的原理是不一样的，那有可能它们之间的坐标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那么结果就是，你的曲线可能计算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将一些不应该显示在图上的曲线也显示了，那么你的整个曲线图会被压成一个很奇怪的形状，导致你根本无法判断你的计算是否正确。所以头部定义一定要注意。第二， NIT 的定义， NIT 这个函数里边的很多定义都是直接和显示结果相关的。那我们上次举的这个例子 RSI 的里边，我们当时提到了，首先一个技巧是我们记得，当你设定了一定数量的这个序列数组的时候，我们这里设了三个哈，这些序列数组的序号是从零开始排的。假如设你初始化了三个，那它的序号分别是零、一、二啊。如果是四个，那就分别是零、一、二、三。那这里有一个技巧，我们要将需要画出曲线的那些数组放在最前面啊，放在序号的最前面。这里边我们就是将序号零付给了真正用来画 RSI 曲线的这个数组啊，叫 RSI buffer。 如果我们要画两条线的时候啊，那我们就要把序号为一的那个数组付给第二个需要画出曲线的数组的名字啊，我们要记清楚这一点。这是 NIT 的一些特点。第三，循环要点。循环要点，上次我们强调过，一个指标在第一次加载的时候要从最左端计算到最右端，然后通过程序里边的技巧来去保证在新价格到来的时候，它不会再从最左端计算到最右端，而是从需要它计算的最近几根 K 线里边重新计算一遍就可以了。这就是它的循环要点。那这个循环要点在程序里边的体现就是在 star 这个函数里边的头部，上次强调过啊，这部分在这个循环之前的处理的这部分。
这一大部分都是为了算这个爱，都是为了算这个爱这个数值到底等于多少。爱这个数值相当于每一个价格到来的时候，到底该从哪根 K 线算起啊，一直算到爱等于零那一根。爱等于零就是当前这根 K 线最左侧最右侧的。那么我们将这一段逻辑一定要想清楚，它的基本的原理就是引用一个 inductor counted， 引用这个函数来去计算当前没有变动的 K 线的个数，有了这个个数我们就可以计算出真正的那个 I 应该是多少。那第一次加载指标的时候，那么没有变动的这个 K 线的个数等于零啊，等于是所有的 K 线都是变动的，因为没有加载过，所以对于程序来说它都是变动的。那么这个时候通过这个函数它等于零了，那么 I 等于什么呢？ I 等于 bars 减去了这个数，那也就是说等于总的 K 线数减去一个零，那就 I 相当于就等于 bars 减一了，也就等于从最早的一根 K 线开始计算了。那么当 K 线已经算过一遍以后，再来新的价格的时候，这个 inductor counted 就已经变成了最近的没有变动过的那些 K 线的个数了，就是非常靠近当前了。那么这时候 I 还等于 bars 减去它再减一，那么这时候 I 得出来的结果一般情况下就是一零一二，或者是最近的几个 K 线。那么后面的这个 Y 的循环就会根据 I 的结果只循环有限的次数，所以这个 star 里边的这个循环的部分的逻辑要记清楚啊！当然如果实在记不清楚也没有关系，基本上直接拷贝过去使用就可以了啊。第四，数组赋值。我们都知道一个指标大部分时候可能会用到不止一个数组，那这些数组之间呢会有互相的引用，比如说要先算前一个数组啊，前一个数组可能是开盘价和最高价的差啊，赋成了一个数组序列数组啊。那我们后边呢可能要对这个序列数组呢，这个差值的序列数组呢再做一个求平均啊，这就是一种嵌套的使用。那出现了这种情况以后，那我们在指标里边怎么去实现它，我们要注意什么？我们要注意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需要不止一个循环体啊，我们把这个改一改，我们将这个循环体里的内容改掉，我们只留下循环体的壳。假如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先有一个 A 这个序列数组需要进行相应的计算啊，假如这种计算是开盘价减收盘价，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紧接着一个需求是要对 A 进行移动平均，假如 B 等于 IMA 啊，这个是调用了一个或者是简化了哈，没有全写，这是调用了一个对 A 数组进行移动平均的这么一个函数。那按照我们一般的逻辑，我们会在 A 赋值完了以后顺理所当然的就写了 B， 然后去调用 A 的这个数组的移动平均的这个函数，这样写是有问题的啊，因为在实际运行中 A 这个时候计算的结果
并不充分啊，并不充分。而这个 IMA，IMON 这个计算的这个过程是需要 A 是完整有效的，那么怎么办？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将 B 这个计算过程移除，再加一个循环出来。啊，我们是这么写的，也就是说整个这个循环过程是完整的将 A 进行了计算，计算完了以后我们再通过一个同样的一个循环再将 B 去调用 A 这个数组啊，这样两者的计算都是闭环的啊，都是完整的，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否则计算出来的结果是很莫名其妙的啊，因为它是插在半截中， A 还没有计算完，还没有循环完，你就已经用 B 去调用它了，那这个结果是未知的。这个是我们要记住的关于指标里边的最后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那么这四个地方掌握好了以后，指标的编写就变得非常容易了，无非就是将更复杂的逻辑通过自定义函数的方式再去额外加上，然后投入到你的计算逻辑中就可以了。那希望大家在这个使用过程中要注意这四点，并且形成习惯，尽量减少这种错误的发生。谢谢大家，再见。